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乐，我是阿丹。那我们现在呢是在苗栗山湾的斑比跳跳露营区。那这边呢是属于豪华露营区哦，住的呢是我们身后这种露营车造型的住宿。那在这边的住宿呢，除了房间很舒适之外，厕所也很大哦，然后还有附四餐哦。有下午茶、晚餐、宵夜跟隔天的早餐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来到这边呢、还可以玩游泳池啊，然后还可以晚上在非常大的投影荧幕下面看电影，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生态湖泊，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种的生态。那来到这边真的是我觉得目前我最喜欢的一个豪华露营区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，Go！所以我自己走下来 check in， 刚刚那个人说自己走下来到柜台 check in 比较快。好了，我 check in 好了，你看这个钥匙超可爱的。他说我们在这一次有两个活动，一个是跳跳船，一个是游园车，这两个活动都有开。他这里的图案就是在他们这个小鹿斑比，超可爱，可爱。而且它这个园区很大哎，所以他说等一下我们可以先去搭这个游园车，先去看看湖区在哪里啊，泳池在哪里。他这个行程都排得超满的，然后等一下下午茶是披萨。来这种地方行程一定要排满满的给我们。他的这个报道处也是个露营车哎。对啊，是可爱露营车。前面那边就是那个泳池哎。对啊，他现在呢就是有一台高尔夫球车，然后载我们去我们停车的地方。那等我们停好车之后呢，他就会用这个高尔夫球车载我们去我们的露营车。那我们住的这边呢是 D 区，是13000一个晚上，两个人。Hello。我们是那一间吗？啊，对啊，我们就是那一间啊。哦，第10在那里。来看我们的房间。锵锵锵锵。你是不是太久没出门？今天有点兴奋。哦，来，冷气都开好了，好凉啊。鞋子，它这边一进来，左右两边就是上下铺，然后我刚以为只有上下铺而已，但是这里还有一张双人床，有隔间哎，好大间哦。现在开灯，哇，它这边还有做装饰哎，小旗子的摆设。真的，我今天早上还带了自己的装饰器，根本就不用。你带装饰干嘛？想说如果他们只有这个空间，然后没有小旗子的话，我就带了自己的旗子，根本就不用哎。然后还有电风扇，哎，这床很厉害，这床好大哦。真不错，双人床。你看我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地毯，这很可爱耶。这是斑马纹吗？这是老虎吧？有斑马纹的老虎吧？哎，还有上下铺哎。身为这个童趣的人，就是想要在这里爬上爬下的。我倒觉得今天晚上你会跟我说你要睡那边，然后叫我自己睡这边。我就自己睡在这里。Betty， 你看它这个门还可以这样哦， 你就可以这样子。还可以看到外面，还可以呼吸到外面空气。嗯，这个床感觉就很舒服。那我今天一个人睡这，你去睡那里。你很多地方可以睡，你上下铺都给你睡了啦。啊，去这里面。所以这里最多可以住四个人，可是我们是订两个人的房间，然后如果要加点人的话是要加钱。好像一个人是加3000多块钱。哦。但其实可以，因为他加一个人加3000多，但你还有加晚餐跟加早餐，还有下午茶。对啊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哇，很大间哎！你看他们连水都有这个可爱。然后他们的杯子还是用这露营的杯子，太可爱了。你想有什么备品？啊，他有说他们不提供一次性的用品。嗯，这里也有这种吹风机，也是负离子的吹风机哎，不错哎。他们就没有牙刷、牙膏这种的一次性用品，所以那些就是要自己带。他们这里有这个洗发精、沐浴乳、干湿分离。光干湿分离就很厉害了。哎，他们这个也很棒哎。嗯。他们的配色很可爱。嗯，很漂亮。然后有附卫生纸，跟洗手乳。而且它这个厕所不会因为你是住在露营车里面就特别小间，很大间，一大间的。看看这边的 view。哇，我觉得这里就哇，也太美了吧！你看，就坐在这里，帮我拍张照吧。也太美了吧！
而且我们这个是最便宜的房型哦，已经是这样子了，然后还有更贵的房型。哦，它这里都有充电的，非常重点的一个东西。对啊，我们是多市区人啊，都是这样。你看，像它这边啊，都有插座，左右两边都有插座，然后这个单人床旁边也都有。梅迪亚他有说我们等一下几点吃下午茶吗？还是等一下活动是几点？三点到四点半有下午茶。那什么园区导览呢？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先去搭游园车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 D 区，那前面这个呢，就是这个露营车的外观。它这露营车啊，虽然外观看起来呢，就是一般正常露营车的大小，但其实它左边呢，还有一点扩张出来，所以里面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。嗨。进来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一张这个，上面的行程都写得清清楚楚的。哎，我们吃饭的餐厅是不是就在前面？哎，有一个玻璃屋啦，超美。对，刚才经过这个玻璃屋，美耶，就是玻璃屋喽，一整片都是玻璃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三点要去吃下午茶了，就在他们的餐厅这里。你看，他们整个都是玻璃屋的造型，超级美。好的，我觉得这大概是我来过最美的露营区的餐厅了，超美。后来进来就有披萨的香味，对不对？好香哦。对，而且现在还算是疫情期间，所以餐的时候就是要戴手套，然后它的座位也是都隔得很开。我以为下午茶只有披萨，想不到还有一些爱玉啊，一些甜点的东西哈。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下午茶的主角，披萨。它这边有四种口味，它有肉桂苹果披萨，还有蔬菜夏威夷跟香草熏鸡，然后它这边都是厨师在旁边那边现做的。这好吃的，它蛮厚的，很扎实。这味道好像苹果派哦。蛮喜欢它这个饼皮的哎。酥酥的。它上面的酱哎。好吃。有没有开始期待它的晚餐啦、有。你看它这个桌卡有写你的名字哎。你看这个有磁铁哎。好贴心哈、就不会乱放，就不会歪七扭八了。老板倒了啤酒，你看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，这杯子可以买吗？我觉得他们可以租周边呢。我一看到就马上问说这杯子可不可以买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吃完披萨的下午茶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搭游园车。这里园区走起来真的好舒服哦。我们走一走就看到了泳池。去看那个游泳池。它这游泳池那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露营车，看起来是酒吧的地方。这是吧台。哇，它这游泳池池畔还有这个游泳池的躺椅耶，也太舒适了吧！这个好美哦，然后配上这个树，太美了吧！你会坐游泳车吗？我们现在要。来去坐游园车看看这个园区到底有多大，然后晚一点呢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营区里面有什么样的设施。这里就是有几个时间可以在园区入口这边搭游园车，现在是4:20，我们现在就要来这边准备搭车。嗨，等等我啊！好了，下来。坐好啦，当当当！有啊，哇，我真的觉得这里超美的。啊？这里有一个湖，就是可以划独木舟的地方哎。我们等一下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划独木舟。这就是他们说什么碰碰船，是不是？跳跳船。哦，跳跳船。大家撞啊，这船这样不撞。跳跳船。耶，到了！老李先回来了，5分钟。他们这个车子坐完之后，他你看他在那边消毒哎，一台车一台车的消毒。对啊。那我们刚才搭完游园车之后呢，我们要去玩那个跳跳船，这里晚上一定很漂亮。它那边做了很多灯，晚上应该就会点亮，就会很美。划独木舟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游泳池的这个旁边，这边。然后它这个独木舟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划一圈一个 U 型。然后我们去看看。走走走，它这里有一人一台的，也有两人一台。有小船跟大船啊。对。
然后要穿那个。划独木舟要钱吗？不用不用。哦，现在是不用钱的。对，目前是不用的。左脚先踩外侧上岸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你看划这独木舟的原理就跟玩 SUP 一样。对啊，跟扫尾一样。对，它这里好像有一个丛林区的感觉哈。那滑过去，那滑过去那边。好，是，是的，船长。好，小心哦。谢谢。在我们这个岸边有两位非常专业的教练帮助我们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玩完那个独木舟，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。听说他们餐厅前面的那个湖啊，在每天的5:20左右的时候，就会非常多只鸟那边飞过，听说很壮观哦。对，六点左右，因为他们就是住在那个湖旁边的岛上，酷呗。因为我觉得来到这里，感觉就是好悠闲哦，这是来度假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这边就是非常大的一片草皮，然后你这边可以慢慢散步，而且又不会与人接触。好悠闲，而且我们刚才吃完下午茶，然后再去划个船。现在我觉得等一下就可以再吃东西了，还可以游泳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游泳吧。Perfect day, I just wanna leave our normal lives behind us. So let's get lost. 就在这里悠闲。你们会不会在这里睡着啊？会啊，有可能哦。天气凉凉的。那等一下你们睡着，我们就直接先去吃饭。你们就继续在这里睡。还要看白鹭鸶哎。对。这边的人说，白鹭鸶100-200只飞过去，只有这个露营区才有。没有，是我们来到这个露营区之后，大概有三个人跟我们说要去看白鹭鸶。对。这表示这是很大的重点。好舒服哦。好久没游泳了，那你先去游，我等一下再去。它这里游泳池的水差不多到我的腰，就是，而且它这边是有一点温的水哦，很舒服，不会很冷。要不要下来看看？没下来。旁边这个泳池看坐着也超舒服的，而且它这个泳池就一直在放着一些音乐，很舒服。然后还可以买个吃的啊，或者是啤酒啊，坐在泳池看吃，享受。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凉的，是有点温凉温凉的，令看起来就需要有人推它一把的感觉，很舒服哦。我刚才跟你说吧，我觉得应该要带游泳圈。这也不知道能不能接。超舒服的这边，你每天到游泳池就是这一招而已，1001招。我就这样子躺着就很舒服啊，就在这里泡水啊，这水多冷。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是冰的。都不会觉得好冷啊，好冷啊，下不来。就是你一想要下来，就马上跳下来。现在在湖边等待白鹭鸶的回家，他说有1-200只，群居的飞回来。在哪里？这边有两个岛，这两个岛呢就是白鹭鸶的家。现在6点了，在这个石畔这边呢，就可以看到白鹭鸶们。你看，越来越多，好大只哦！那只好大只哦，站在那边，在回家了，回家路上了。